12月28日，马蓉小号发文，我帅气的儿子说，他会永远保护妈妈和妹妹，哈哈，你永远是妈和妹妹的骄傲，我们永远爱你，并晒出儿子滑雪小视频。视频中，马蓉儿子身穿厚厚的滑雪服，动作娴熟地在滑板上滑雪，十分帅气。近日，马蓉也在微博大号上发文，再次表明立场，此次又在小号上发文，称儿子说，会永远保护妈妈和妹妹，满满的骄傲之情。马蓉很漂亮，看上去很白净清秀，身材高挑，很上镜，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，所以学校里很多人都认识她。蓉是个很不错的女孩，外形气质都很不错，现正在北京电视台实习做编导记者。因为在学校的时候，她的专业也很不错，采编主持都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，所以实习单位对她的评价也很好。